欢迎呢再回到台湾大赛啊 ，Game One 呢，今天大王柏荣也来到了现场啊，一起来观赛。对，透过大荧幕的放送啊，可能球迷现场也都看到了王柏荣来了，刚刚也都有掌声了。关于这一次的球员交易。我觉得，当然我们当初要交易这个东西哦，是有一点大家开会也是经过很多人的想法，然后得出来的结论啊，就是说台钢是一个新的球队，那有很多位置事实上都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我们啊这一群年轻的选手真的是需要几位年纪比较大比较有经验的选手来帮助这些年轻的选手能够快一点的在场上啊，变成一个成熟的选手了，所以才会有这一次的交易。那林子伟的那个行情够，然后他的知名度够，他的技术够，所以我们本来是很希望子伟能够留在这个球队，但是有其他球团就愿意用很多选手来跟我们交换啊，所以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觉得说啊，这个目前也是台钢所需要的。所以我们就促成了这一次的交易。那我们觉得说用林子伟一个选手换了乐天的四个选手，比如我们有王柏荣啊，有蓝颖仁啊，翁伟君啊，还有王义正。或许有人会觉得说我们划算啊，我想里面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把林子伟换过去？那当然，大家都是经过考虑啦、讨论啦，啊，得出来的结果啦。那我想，这个交易也是促成中华职棒啊这个交易的活络，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形态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乐天也觉得说，他们下半球季在拼这个下半球季冠军的时候，林子伟对他们帮助很大。那我们是明年要上一军，我们觉得这四位选手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球队也帮助很大，所以才会促成这一次的交易啊。那我希望说，交易过来的这四位选手，这以前都是我在蓝鹰都带过的选手嘛。那他们四个事实上在场上的那一种经验跟拼斗精神，这是我可以100%信任的啊。所以我希望他们来这里能够尽快的融入这个球队，然后带这些小鹰们能够快速的成长成熟。对台钢来讲，明年一个在一军的战力一定会有非常大的非常好的帮助。